所有现场的嘉宾，咱的中青时代来，把咱的总统，把咱的吴明明加油一下哦。好，来，蔡英文加油，蔡英文加油，蔡英文加油，吴明明到赛，吴明明到赛，吴明明到赛，李进寿加油，李进寿加油，李进寿加油，谢谢。人口上多的所在，所以彰化是一个最关键的选区。咱若彰化能赢，咱即届就能赢。所以我要拜托咱的乡亲士官，大家2020年，予蔡文上大的支持，予蔡文会使8年执政，替这个国家来做代志，予这个国家进步。所以我嘛要拜托大家。2024年，咱是不是投票？咱投予赖清德，投予萧美琴，投吴怡宁，予咱会使，予咱的总统会使当选，得到人民最大的支持，安尼国会买过半，大家讲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啊，若要国会过半，吴怡宁这一席就很关键，是不是我？要拜托咱。在场咱所有的乡亲士大，咱大家做伙斗阵来投票，予吴怡宁当选，安尼好唔好？安尼好唔好？我要甲大家讲，一个执政爱成功，上重要就是人民的支持。蔡英文做总统8年，想要讲蔡英文会使做足侪代志，替这个国家做搁较长远。的投资跟规划，就是因为两届的选举，2016、2020，我有咱的人民，予我足大足大的支持。我的2016的选举，我赢300万票，啊，2020的选举，我拿到817万张票，还是有史以来上悬的得票，大家恭喜啊！是啊。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咱个会使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后盾来做代志。虽然讲这几年的季节，我们有很多的挑战，我们有很多的难关，但是我们一一克服挑战，关关难过，我们关关过。大家讲是不是？明年1月13，我们要继续走对的路，选对的人。我们来一起支持赖清德、萧美琴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啊，这个已经进入关键的阶段。